庆余年二大结局了，不知道这次又要等多少年？希望编剧王倦的速度能快一些。毕竟陈道明老师已经六十九岁高龄，而第三季当中偏偏有许多关于庆帝这一角色的打戏。不吹不擂，陈道明老师对《青年》系列的贡献当真是蛮大的。当然，张若昀饰演的范闲同样也极其的出彩。我觉得就有必要跟大家掰扯一下，《青年》大结局中，叶流云为什么帮范闲恢复了真气？ 要知道，叶流云可是长公主派过去杀范闲的人。如果被长公主知晓了他的所作所为，岂不是会得罪长公主？总之，最后一集当中这一剧情属实令人疑惑至极。若大家感兴趣，那就随我一探这其中的究竟吧。一、叶流云，叶流云此人可谓是妥妥的武道奇才。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在青年的世界里，四大宗师有三位都是靠叶青梅给的秘籍才晋升至武道巅峰的。 而叶流云就截然不同了，他并没有得到过来自于叶青梅的任何馈赠，他能成为大宗师完全是靠自己悟出来的。当时叶青梅第一次进京都就被叶重在半道拦截了下来，随即叶青梅就让五竹把叶重暴打了一顿。于是乎，叶重的叔叔也就是叶流云便来找叶青梅寻仇，结果他自己也被五竹吊打了。也是从那以后，他开始学着五竹的样子蒙上眼睛战斗。 但因为蒙上眼睛后无法使剑，所以他便直接弃剑不用，去琢磨别的对战技巧。结果到了最后，还真让他琢磨出了一套新的功法，即后来的流云散手。可能也正是因为叶流云是唯一没承受叶前辈恩情的大宗师，所以长公主就成功的用一个人情换叶流云帮自己刺杀身在江南苏州的范闲。可令长公主始料未及的事情却发生了。 去刺杀范闲的叶流云，非但没能完成自己交代的任务，反而疑似助力范闲恢复了真气。二帮范闲，范闲的真气从在悬空寺护驾之后，就直接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当然，在护驾之前，范闲的真气就出过问题，所以说这也怪不到影子头上。主要是霸道真气这门功法本身就有硬伤。不过就算没了真气，范闲也无需担惊受怕。 一来是因为他修好了叶青梅从神庙里带出来的巴特雷，二来是因为庆帝恢复了他皇子身份，普天之下的任何人只要杀了他，那就是跟整个南庆为敌。而叶流云正是忌惮第二点原因，所以就只能在冲着范闲的方向挥手斩楼后，便悻悻离去。但也就在人走楼塌的那一瞬间，范闲感到体内有股热浪在体内上下翻涌，没错，是他的真气回来了。三背后原因。 关于叶流云帮范闲恢复真气的原因，首先可以排除掉的一点是，叶流云是想靠范闲的皇子身份让叶家东山再起。为什么说这一点不可能呢？那是因为如果真要这样，叶流云就直接找个酒楼跟范闲结拜了，怎么还会出现在码头威胁范闲，哪里来回哪里去的一幕？毕竟要是想巴结到人，那就肯定一点矛盾冲突都不要发生才对。 那么叶流云是不是想借帮范闲恢复真气来向庆帝低头认错？还别说，这倒真有可能。毕竟他大侄子和大徒弟的命都被庆帝牢牢捏着，用帮助范闲恢复真气这个办法来向庆帝服软，确实不失为一条良策。原因很简单，在原著小说里，不管是惩罚宫殿，还是连坐叶虫，都是庆帝故意做给顾四剑和苦荷看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误以为自己跟叶流云闹掰了。 如此一来，青帝便能在紧要关头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帮范闲恢复真气的压根不是叶流云，而是海棠朵朵送来的天一道心法，只不过是恢复的时间跟叶流云挥手斩楼的时间重合了而已。